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才会当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能够救台湾。好，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我乡亲时代，大家好。咱今嘛倒转来第二段，又按甲咱吴连长啊来共同过来讨论，顶下迄个话题就是讲，咱唔是一支一个压倒一群人，就是讲85%，咱认为讲迄无适当的这个检察官、司法人员就对啦，法官、检察官啦，因咧是迄个命运共同体嘛哈。啊，但是嘛，还佫有15%-17%。啊，是讲偌济，吼，原来有好的、公正的、迄个包公在世迄款的，迄落好的检察官甲法官安尼啦。啊，咱认为讲哦，迄歹的迄是毋是即种的检察官，是毋是应该要甲伊淘汰掉？对啊，咱即马第二段咱来讲这個，是是是。好，今日咱这段哦，这個、主题就是讲啊，即种的检察官应该要淘汰。啊，到底即种的检察官？有安怎要淘汰？啊，伊到底是做啥物款无恶不作个代志？啊，请各位哦，啊，渐渐啊，听咱直接甲各位是大报告安尼啦吼。啊，这个案件哦，爱讲起是两三天前，就是今年的这个10月23嘛吼，差不多两三天前安尼啦。拄啊打高等法院判决的一件案件。这件案件吼，伊个案号叫做1控5年哦，上中所中就是当了，对了，当今的上中所庚二审呐吼，庚啊挂五二，庚二审哦，啊这个是喏，字第第二号安尼就对了，这是伊个案号。啊，咱今日最主要要讲哦，是讲这个案件。啊，这个案件吼，伊。最高庚二审，大家拢知影，就是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啊，佮法会倒转来，庚审，第二遍的庚审，就是庚二审嘛。啊，这个二号，这个庚二审这案件进程要判决进程，是庚一审判无期徒刑。啊，那么这个庚二审呢，改判17天。那么这个改判17天哦，伊判决书。咱这是还未收到，迄当事人嘛还未收到，律师嘛还未收到吼，所以详细的这情形，咱两个无了解。但是呢，伊内底啊有一项，这是天大地大的这代志，嘛是算今仔日要讲的这个全台湾啊，这个检察官吼，这个乌乌的内底的这个独家新闻呐、啊，独家新闻呐、啊，哦，这天会使讲惊天动地啊，啊，司法的乌乌甲闭目食甲乌。在咱今仔日节目当中哦，咱就要来讲一段。呀，这个乌呢，在台湾啊，任何一间电视台你唔捌看过，任何一间14社咧描写司法，诶，这个不公，描写这个司法，诶，这个乌，伊唔捌写过。啊，但是捌发生过无？咱的判断是绝对捌发生，但是你唔捌抓伫个证据啊，啊，无人敢写，啊，无人敢报啊，啊，今仔日。咱已经抓到这个证据啊，抓到这个检察官，无恶不作，违法滥权，咧欺负这个被告，咧制造这个假案件来诬陷这个被告的这个事情哦，咱已经完全掌握哦。我甚至哦，将等下拢将伊的这姓名甲伊的祖先拢讲出来。这件案件哦，伫倒一搭。这个乌乌里头的，但拄只报这个案号，伊的元首起诉的这个案号吼、哦，是树林地检署哦，97年度增至第43/22号啦，哦，43/22号。啊，那么这个案件的去承办的这个检察官叫做姓黄德松。德吼，就是道德的德哦。啊，松就是这个乌熊去做去松啦，松啦，黄德松。这个黄德松来起诉侦办这个案件，啊，提起公诉。啊，咱要讲这个，伊提起公诉就乌乌进前，咱顺便哦，这个挂一个黑美丽啦，
就是来讲一个伊过去简单两句话，伊的这个这个不良的记录。这个检察官吼、哦，叫做黄德松，伊较早吼，就是咧承办吼，这个北投五如月，就是五花西因这个亲戚啦吼，因这查某孙啊是啥物话，就反正因亲戚所住的一间厝的豪宅的抢案啊，就是伊承办的。啊，伊承办这个案件咧，可能是唔知是对方是好野人哦，诶，案件伊特别较认真，或者是讲伊本性就是安尼哦，所以赶紧哦，就指挥警察去抓四个学生啊，等下刑求，哦啊，这个时阵就甲羁押，啊，这个案件咧，结果是确实冤家，因为都无影啊，遐学生囡仔是叫警察甲刑求，所以啊，甲承认讲作案，啊，结果咧，造成冤家了后，啊。即个即学生囡仔，往个赔偿金嘛已经拢领去啊，所以证明啊，啊，所以就是即个黄德松指挥警察去念着人来拍，哦，来刑求，哦，所以咱讲这伊就是过去有即个记录，所以咱今仔日要来讲本案哦，啊，即原来伊造成的，啊，虽然哦，讲一件案件判决也未判即个被告无罪，互伊平反，但是最起码呢，伫即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出现的这个黄德松检察官呢，这指挥警察哦，来利用这个被告啊，来这个诈欺不实的这个口供哦，这已经是事情明确了。好，啊，咱即摆来讲，看伊安怎违法起供，来用这个不法的手段吼、哦，来对这个共同被告吼、哦、来诈欺这个不实的口供，代志是安尼。也就是这个有一件案件，就是这個李宪忠啊，啊，就是这個案和的这个被害者李宪忠，因为伊吼、哦，经营这个民宿吼、哦，啊，都有趁钱呢，啊，所以吼、哦，为着要犒赏这个员工啊，所以伊办这个员工旅游。啊，这参加和两三个员工哦，啊，参加这个驿站旅行社所主办的这个中国黄山五日游，去中国佚佗啦。啊，那么这两三个这员工其中一个叫梁前章，哎、啊，伫这个机场要登机进程哦，受到这个国泰人寿的这个保险人员哦，找我这柜台保险人员的五什么风啦吼？我即卖向闽南去住，顶顶诶，即个人员甲伊招揽啊，所以投保吼、喔，即、這个旅行平安险，即各位啊，即若伫迄个出国吼，投保即个旅行平安险，足平常诶代志啦哦。那么伫即个民国96年12月15日投保哦、喔，啊，就出国去啊，真不幸，过境哦，伫中国即用黄山啊，也就是。过日就是96年12月16日，所以伫遐咧翕相的时阵，煞不幸死亡。最严，背落去坎坷啦。最就对个死亡了，对啦吼。啊，对落了后啊，经过这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局黄山公安局这个调查的这個结果吼、哦，证明讲啊，甲相关单位调查结果都。啊！这中国这个黄山风景区哦，诶，这个公安局啊，伊嘛调查的结果证实讲，啊，这哦，都真意外的这个对外的这个事件啦，哦，啊，伊嘛公安局嘛出具这个意外死亡哦证明书啦，哦，啊，这个、拜托导播哦来给咱啊，就这个编号一啦，编号一，哎，哎，编号一。各位，咱公众朋友吼、哦，你即马所看到的这张，就是死亡的这个证明书。这个死亡证明书也有写个足清楚，叫做意外高坠死亡。哦，意外高坠死亡，啊，迄名就是梁前昌的名。哦，那么足清楚，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证明，
伊证明讲，即个人确实都无去用陷害，爱是意外伫迄个高坠死亡，无误就对啦。哦，那么这张这个证明书呢？拜托这个导播，搁再给咱创一个编号第二的，编号二吼，编号二，来做一个证明。各位，即卖导播已经给咱这个调整好势吼，这张影像这张吼，就是咱中华民国海峡基金会吼，的这个公文。这张公文是甚物话呢？伊的内容写得足清楚，就是讲，拄则咱看到迄张中国出具的这个意外死亡证明书呢，是咱海基会吼来认证的。这大家拢知影，这咱中华民国甲认证的这个公文书哦，这有证据能力呢。哦，好啊，这会使甲去掉的吼，这就是这有证明能力，有证据能力啦。哦。那么，你有证据能力，这对台湾来讲哦，使用中国官方的这个证据哦，这是时常的代志啦。啊，嘛应该爱使用的，那么爱个应该爱认定，这个有效的这个证据力安尼啦，有效的这个证据证明安尼。那么台湾的这个检察官呢，伊都无爱采信，啊，你无爱采信嘛，无要紧哦。你无爱采信哦，你这中华民国的公文书，你做一个新的检察官，你应该爱采信。啊，你唔采信，你爱讲出迄理由，讲哦，啊，这张是啊，我都无爱采信，就因为吼、哦，是假，吼、哦，或者是讲这张，这内容还阁无做明确，还是种种的原因，你爱提出理由嘛，讲你无采信的这个原因嘛，哦，啊，无你凭什么啊？你这检察官来呢？你敢凭啥讲你无采信？采信？这中华民国。认证的这个公文书，你会使唔信了？唔信了？啊，各位，你唔信哦，这还佫一回事哦。这较奇怪的代志，还佫有啥？这件代志哦，是国台领袖啊，因为伊想要迄个拒绝理赔哦，佮变出来在把戏呢。伊开始兼顾了对啦，简单讲了，伊去兼顾啦。啊，伊兼顾哦，也无提出证据啊，啊。都无提出证据，伊干那讲啊，我怀疑伊这是赚了保险金，强害死的，哦，干那安尼了，这个检察官就深信不疑啊，哦，就认为哦，啊，安尼这个人是国台讲的是非意外死亡，哦，啊，讲到这来哦，咱来个各位报告了，这个当当中华民国即马是全世界是这个哎。已经变成一个强国啊！呢，哦，而且伊的这个公文书哦，伊的政治力在咱台湾思想内哦，这个司法界应用呢。那么你这个检察官黄德松，你无爱采信因的这个证据，那么你来相信这个国台人事、国台人修的这个监古林，这李培科这个严进雄，严哦，颜色的严呐、啊，进步的进呐、啊，哦。雄哦，高雄的雄啦、啊！你来相信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个警察的朋友呢，哦，啊，这足奇怪啊嘞！中华民中国这么大国的这个这官方公文，你不爱相信？你来相信这个国台人事的这个李培科的这个干部，这个严信雄的两句话，嘿，这其中必有因果啊！哦，你讲这不奇怪吗？当然有奇怪啦、啊，哦。所以哦，咱伫遐咧讲这件代志啊，当初哦，咱捌讲过，就是讲这件代志，就是检察官多利哦，这个国泰人寿哦，来这个所起诉的这个冤枉事件，啊，真侪人会敢讲啊，伊敢那安尼相信这个国泰，就算讲是多利，这国泰吗？当然啦、啊。哦，啊，除了讲，咱拄则讲国台空言哦，这兼顾你得相信有多利国台的这嫌疑以外，伫法律上哦，咪当证明讲，这个检察官哦，黄德松你是有多利的，在法律上有多利的这个事实咯。安怎讲？因为呐，根据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啦哦，但是讲这个保险公司，你若认为讲哦，
这个要保人伊个死亡唔是意外，那么你得爱吼来负举证责任呢？这里个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2710号，啊，甲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28号的判决哦，这写甲足清楚呢。伊个这判决就是讲哦，你国台人寿，你若讲伊这个连长昌伫公安伫这个只拍照死亡，唔是意外，你爱负举证责任，你爱负举证责任。但是呢，你这个检察官啊，伊也无要依伊个职权，还是吼、哦、经当事人的这个声请来传讯哦，这个国台人寿到法庭来作证，拢无够严呢。哎，你哦。在这个最高法院的这判例，这对恁检察官啊，这拢有拘束能力。啊，你无爱依法办理，你讲你这不是独立国台？什么叫做独立国台啊？这个骗兵骗笑的啊！哦，这天下、啊、哦，不是讲恁唯我独尊呐、啊！哦，啊，整个的台湾哦，不是讲恁司法界几个司法官哦，啊，就会当做把持。这台湾人民绝对不良准的。那么好，搁继续落来，这是你独立国台的这个头一步。第二呢，即马就爱成案，你唔敢话独立国台哦。啊，伊要哪成案？第一，这个、检察官先指挥警察哦，去找这下这被告哦来寻求，来寻求，拜托这个导播哦。拜托这导播来跟这个第三我这是第一关，这个因的精神光碟内底吼，甲摘取出来。迄底内底拢有当看足清楚。这刑警察呢，伊咧审问被告宋进才的时阵啊，正手握有不明的武器哦。啊，而且伊的迄关那个被告宋进才的颔棍那边哦，你可能有甲吊一种吊绳。这条绳啊，意思讲你若唔敢，要甲你吹死啊！对，所以按遮就当作证明讲啊，伊这个用这个刑求被告的手段，想要来制造这件案件，以便独立国台啦。哦，那么哦，搁再来，好，安尼会使啊？哦，大伯拜托。那么按遮哦，咱就当看到讲，这个检察官有指挥警察来刑求被告的这个过程哦。那么除此讲，拄只遐个即个礼物以外，拜托即个导播哦，搁再来讲，显示即个编号六，哦，即、這个编号六哦，就是侦查庭内底啦，哦，侦查庭内底的即、這个，即个复信，啊，检察官的复信笔格的即个过程，啊，各位空中朋友哦，但即卖只所看到的，这是伫97年哦，3月28日哦，还是。检察官咧复信这个被告宋进才的时阵吼，伊检察官为着吼要恐吓这个被告讲啊，今仔日白天吼向警察寻求的这个过程啊来讲出来，所以伊话叫日时吼咧寻求被告宋进才遐刑警呢，这陈仁龙甲这个张亚兰两个人伫迄个征信室内底吼，伫遐咧监视。其实这是违法的，这是违法的啊！哎，未使，侦查不公开，侦查不公开，就干检察官甲这个律师、甲法警、警察人吼、甲法警啊、甲律师，啊，村的人拢未使伫遐。对，我病啊！哎，你早时啊，甲我拍到中道，食饱饱，佫甲我送过来，你佫继续伫遐咧监视。对，这是检察官参加警察特好啊，惊伊反共啊，这足清楚嘛，这就是安尼嘛。哦，啊，各位，即摆咱大家拢只有看到内底，迄就是有警察。哦，迄写个足清楚，刑警，迄个头一个，迄就是陈仁龙，刑警，树林分局的这个刑警陈仁龙。哦，那么这
就已经侦查作弊啊啦！这个检察官就说哦，这个已经侦查作弊了，哦，这是非常的清楚。那么好，啊，即卖只安尼会使退回啊？吼，导播拜托。各位，这就是检察官指挥这个刑警哦，要要用刑求逼供的这个方式呢，来制造这个虚拟假案呐、啊。来，啊，这是对宋进才刑求的部分。那么。另外呢，即还佫有一个共同被告，叫做杨明章呢，完了，和即个检察官指挥即个刑警呢，改行刑求，来拜托即个导播哦，即个编号七拜托，哦，即个编号七哦，这张影像啊，这是伫树林看守所内底哦，即个民国97年4月初9验伤的即个照片，即个。这张照片呢，也就是这个杨明章啊，在97年4月初9哦，羁押的这当时啊，检察官指挥警察哦，给伊拘提啊，去这个刑事警察局哦，地下室审问啊，这改刑求，而且相片。那么真侪人会感觉讲啊，这张相片哦，除此以外哦，敢有啥物会当证明讲啊，伊改刑求？各位，也阁有几人？第一人就是讲哦，这个陈连龙呢，这个刑警甲刑求的这个刑警叫做陈连龙，伊哦，伫第一审咧做证的时阵哦，这个证词啊前后矛盾，所以就是表示讲哦，又甲刑求了对啦。啊，这个前后矛盾安怎前后矛盾哦？各位听一下，第一，伊伫第一审接受诘问的时阵哦。人咧问讲，啊你杨明章伫地下室咧征信的时阵哦，啊伊讲受到刑求哦，啊咧指认讲是你呢，啊你有甲刑求无啦？这个陈连龙，这个警察哦，伊安怎讲咧？讲无啦，啊97年4月初9哦，啊伊伫地下室咧刑求的时阵，人伫咧审问的时阵，我拢伫外口咧借户啦，我无入去地下室啦，哦，啊即摆等一时啊呢？人佫来问，伊佫安怎讲咧？伊讲无啦，啊，我有啦，我有入去地下室啦。啊，即、這个被告杨明章伊就坐伫我对面桌啊，离遐远咧，我拍伊哪会着？我都毋是咧人灵人使个各位啊！伊一搭久啊，讲伊有入去地下室，一搭久啊，讲无地地下室。这证词啊，前后不一，所以吼、哦，即个一般警察安尼讲哦，通常一般即就是已经。有啥物刑求啊？家己哦心神不定，啊，这个证据唔够，前后不离。但是这法官伊拢啊，无要当做一回事啦。就反正哦，因这拢规旁的真苦、哦。来，咱即摆吼，算咧，即摆这个刑求哦，两个这个共同被告要来咖喱现场，咖袂行啦。因为都唔是事实啦，所以因这个人哦，都无去讲到这李先生章不离的代志。所以呢，这个检察官哦，这个方向一转。变成安那嘞？去利用一个共同被告，叫做连上营，就是这个案件，一个共同被告连上营。伊这个连上营啊，伊安怎个利用？来拜托这个这个导播哦，来拜托来这个编号十，编号十哦，啊，这个、编号十啦，唔是这跳过啊，这张七哎，编号十哦，各位啊，这个编号十哦，这张。是警察的这个检察官所发给警察的这个侦查指挥书，侦查指挥书啦吼、哦。这侦查指挥书是要怎啊？侦查指挥书就是讲哦，要命令警察哦做啥物代志啦。啊，伊这张侦查指挥书是要命令啥物呢？伊就是要命令树林分局哦，的刑警哦，伫97年4月初8哦，派警察来遮哦，带一个共同被告叫做连上营啊。啊，去台北县市哦，表面上讲做要查赃物、追共犯安尼就对了哦。啊，结果呢，伊唔是，伊实际上呢是要，因为这个连上营是咧羁押禁见中哦，羁押禁见中啦。啊，这个检察官要个利诱伊哦，伊讲安尼啦，我一个愿望啦，我想要回去见因哥啊，淡水见因哥啊，看会使袂啦。啊，这个检察官哦，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就答应好，哦，啊，所以就让那个警察哦，把带做笔录，讲爱配合你啊，配合哦，啊，就让你回去见恁哥啊，啊，所以这个警察把带来哦，
对我带去这个刑事局啊，拜托导播哦，来成这个编号十一的哦，这个编号十一，这个编号十一哦，编号十一这张相片足清楚，就是这个连上营，对啊，连上营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1997年四月七日哦，在时啊十一点啊，即卖镜头了，这个时间，这是检察官来征信的时阵，就是讲啊，你甲伊讲，讲啊问了的。讲你等一下哦，警察来甲你带你去做笔录，吼、哦，啊，做笔录做了会互你等于啊，这个淡水，好啊，拜托这个导播哦，即个编号啊十二，吼，编号十二哦，各位观众朋友，这个编号十二啊，这个是证明啥呢？证明讲伊拄只迄个动作拢一直连续落来就对了。即卖就是这刑警哦，带这个连上营等于刑事局来做做笔录，各位。这个笔录的这张是封面啦，啊，封面写得足清楚啊！你也看，伊也有写着讲连上营是羁押中，羁押进监中了，对了。啊，顶管遐里写羁押进监中，啊，下骹面遐写啥呢？写警察哦，你啊问讲，问这个羁押进监的这被告讲，被告哦，啊，我即卖来，你有想要叫恁家属来这个刑事警察局跟你见面无？这个被告讲唔免啦。哦，因为等下都要带伊等于淡水啦，所以这个底下写唔免，足清楚。这张的这个写唔免啦吼，警察讲要叫恁哥啊连署你来，啊这个被告共同被告连上营呢，就讲唔免。啊各位啊，大家拢知影咧，伊这是羁押禁见中的这个被告哦，本地你就袂使叫恁的家属来甲你会面啦，哦。这一般相信嘛，啊，所以这个警察啦、啊，这个底下写着，这问这个被动动被告，讲你要叫恁家属来无？这就是咧利诱啊嘛，啊，这个警为着要处刑你就对啦吼、哦，所以会当配合做假口供啊，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连上营啊，来讲唔变，因为连上营知影讲，啊，你等下就要坐我等于等于淡水啊，所以吼、哦。都唔免你嘞吼、哦，所以伊就讲唔免，啊，警察就开始吼、哦，要求这个查某共同被告连上营嘞配合啊，做假笔录，哦，做假的这个口供啦，来陷害这个最主要这個李县长啦、啊。那么这个笔录做了后，到1997年四月七八，差不多自1:37开始做啊，然后4:30了后，哦，这警察哦，都有5个警察。用一台厢型车啊，哦，啊，就组织连上营都有配合嘛，啊，就叫野管帮，哦，我甲载登去淡水哦，会见因阿哥啦。啊，因阿哥冇出庭讲证明讲有。对，啊，因即卖来即个导播哦，佮拜托一个，伫13编号13，哦，啊，即卖当然即个因阿哥冇出来证明啊，啊，即张哦。就是因阿哥连署你，连署你，连吼、哦、连长的连呐、啊，熟啊，就熟路就对啦，迄两字熟路啦，哦，连熟路，伊来这个高等法院，就是这个1905年哦，上重诉啊，更二审哦，第二号住第二号哦，这个案件来的作证，哦，作证的时候，伊安尼讲，伊讲。哦，就照内底遐写个足清楚啊！迄法官哦，即个受命法官哦，啊，就来问伊即个连署你啊，讲啊，1997年四月七八哦，即、這个警察有带连上营等来见面无？伊讲有啊，哦，啊，即、這个法官搁在问，讲啊，你带伊等来见面的时阵哦，啊，用啥物车？伊讲啊，咧警察哦，用迄款小车啦。啊！伊讲拢总有问几个人，伊讲啊，都差不多几个，唔知影大约啊4-5个啦。哦，啊，那么这张这个证明吼、哦，这张这个证人笔录啦吼、哦，很清楚吼、哦，就是证明讲，这个法官咧个问这个连署你的时阵哦，伊有承认讲有啦，这個、警察啦有带这个被告连上营来处理啦，啊，唔是伫因处理，是因的路口。啊！伫迄个车顶哦，互伊见面啦。啊，法官佫问哦，讲啊，即、這个你为何会出来甲恁即个
连上查某孙啊见面，伊讲啊，都警察敲电话给我啦，哦，啊法官问啊，警察有甲你讲啥？啊，迄、那个法官佫问这连淑女讲啊，警察有甲你讲啥？伊讲无啦，啊都，伊讲要带连上颖来互我看啦，哦，啊法官佫问，讲啊，因这人是坐轿车还是坐紧皮车？啊证人哦，连淑女讲无啦，是台厢型车啦，啊这法官。我问啊，你有看到因几个警察？伊讲哦，啊，我无较注意啦，啊，过来的啦，哦，啊，法官佫问，啊，你佮连上颖见面了有讲啥？伊讲无啦，啊，都闲话家常啦，哦，啊，讲一寡只即个私人的代志安尼尔尔啦，哦，啊，即、這个法官佫问，讲啊，连上颖有佮你讲啥物话无？伊讲无啦，啊，都伊敢若是安尼。互相安尼安慰，安尼尔尔啦，无讲啥个安尼啦。哦，各位啊，这也阁有啦吼、哦。啊，我即摆是干呐念遮，甲各位报告。最主要就是讲，干呐这段对话，就已经证明讲哦，民国九十七年四月七八哦，这个检察官黄德松啊，啊，伊有指挥这个警察哦，伊参这个利用这个连上颖这共同被告，讲你爱配合。像我做假笔录哦，爱配合啦。啊，你若有配合哦，我就叫警察甲你啊，带转去互你见恁哥啊呢。啊，当然哦，这个警察官嘛有照这个承诺啦。哦，啊，这个查某的哦嘛照常做笔录有配合安尼啦。哦，啊，因为拄则佫甲连淑女哦，伊安尼出来伫这个法院做证讲这话，这个非常的清楚啊，这100%证明检察官为着吼、哦、要诈取这个。共同被告连上颖的这个不实口供哦，所以哦，和这个羁押禁见中的这个共同被告连上颖哦，叫警察甲带转去淡水啊，啊，见因阿哥啊，这个连淑女，所以已经事情明确了哦，这事情明确。那么这个案件哦，这个案件经过的迄、那个认定这个检察官，不认定这个被告李宪章有罪吼，都敢那靠这两年嘞，敢那靠这个到去年四月七八连上映这个这两句话，哦啊，这两句话可以用不法的手段啊来取得这个口供，这以法律以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来看哦，伊的这个证词哦是。无证据能力啦吼，是袂使当作判决的这个基础。但是呢，咱昨昏啊，啊，唔是昨昏啦，就是昨日二三啊，这个最高法院，唔是最高法院啦，高等法院哦，这个1905年哦，上中所更二至第二诶目过啦吼，诶，这个判决诶，这个案件哦，就是根据这个查某诶这句话来判决，其他拢无完，拢无其他这个证据。当然，根据这个查某讲这所讲的话，啊，就来认定讲，这個、李宪章啊，这个被告李宪章哦，是涉嫌哦，这杀、個、人、诈领保险金。但是各位对这台湾啊，足清楚，这个查某连上颖所讲的话，是这个检察官黄德松哦，用不法的手段，用不正的这个手段，甲取得的这个口供，依法无效。但是结果伊嘛硬要有效，这個、天理何在啊？这法律不容啊！这非常的这个苦哦。因为还佫这个李彦章答辩出庭，我拢有去帮忙斗听、旁听、旁听嘛。啊，问一个警察，迄警察来到地安尼足嚣掰、足嚣张的安尼讲，讲诶，你有共拍无？甚物人互你拍到受伤？就拄只个杨秘书长规身受伤安怎？伊讲。为着要取得口供，大家都嘛这样子问案啦、啊，这个很正常啊。佮敢若合理化讲，伊吼对于迄落嫌，敢若你的想法嫌疑，啊，伊加加嘛证明尔，伊就共拍个，结果这条案，这条这个官司已经死四个人，四条命，惊伫个呀。啊，我希望讲咱后抓吼，咱佫来讲一下较清楚嘞吼。今仔讲吼，咱有听种朋友安尼，你安尼短短的时间安尼在讲吼。啊，敢若讲无讲解迄落，咱另抓咱家讲哦，较清楚咧。无啦，啊，这像这个伊即卖这个法官违法个扣押这個李宪章的这个财产这吼，这顺便讲一下，因为这呐，你这个时间拢有一个限制吼，所以无法度讲啊足清楚啦。哦，你若无吼，这伊这个案件吼，
唔是干那像咱拄只安尼三二十分度啊，讲真个，计倒可能个代志。因只个即个检察官、甲即个警察哦、甲即个法官哦，迄罪恶多端呢，迄足可恶呢，迄造假案、造假证据来办啊，这件案件，所以更加夺占李县长个即财产一亿外呢。咱即马哦，来个因为。像这项哦，我足重的哦，即无讲哦，顶有敢那是叫三门七别减一条的哦，所以即个空中朋友若有要听哦，即你真少有机会听到这啦哦，啊所以，迄哪咧听手机啊，哪会烧哦，烧我好烧一下，即你别位无得去听啦，你像比如讲我拄仔当下讲迄段哦，这是独家新闻呢，即台湾无即款无发生。过这款代志发生一定有啦吼，但是暴露出来绝对无就对了。所以咱拄只讲这段哦，检察官利用这个查某被告吼来证言干净，来陷害另外的公众被告吼，这伫咱只发生这头先讲的头一招，这正独家新闻，这最近较要搁开记者会呢，因为咱这咧听哦，无几百人咧听啦。咱较晚的时阵哦，咱搁来用迄个时间量较长咧。要来做一个意见。啊，即卖吼，即卖咱拄只还是半地外话啦吼。啊，即咱将回归正端哦，搁差不多三分钟。嗯。我来甲你讲一件，参就是本件哦，检察官哦，来违法扣押这李县长价值1.3亿，的这个财产。诶，这个过程哦，这个代志是安尼啦。伊即摆毋是九月，民国九十七年四月七八哦，来叫拄只迄个查某证言干净哦，来利用伊啊证言干净来甲李县长讲，这李县长哦，这个编者讲李县长哦，啊都清养游民啦，谋财害命啊，有去诈领保险金啦，因为。这个财产哦，敢那有庞大的债务啦，啊，所以哦，佮害这个害死，佮组织个，佮闯去大陆害死，啊，炸呢，大台湾炸呢，也保险金安尼啦，啊，所以这个靠背这款个哦，就讲迄个废话哩，因为李县长伊也无去参与去大陆啊，所以伊也无欠钱啊，生意做甲真好，啊，受益人也毋是伊啊。伊嘛无犯罪动机啊，根本逐项都无啊。啊，佮伊凭啥？伊会当去领伊保险金？伊佮伊非亲非故。对，非亲非故啊。伊哪有可能讲去写伊个迄落保险金的？啊，所以啊，受益人正讲是连上瘾。对啊，啊，所以这个连上瘾，就因为参这检察官有勾结咯，所以连上瘾讲的话啊，伊就佮采纳。啊，村的哦，被告诶，这个辩解哦，啊，被告律师会使辩解，伊就完全不采纳，啊，拢无讲理由，这违法呢。哦，你不采纳可以啦，但是你爱讲理由，你若无讲理由是违法咯。啊，因这拢完全拢无咧讲理由。啊，咱即摆回归倒转来就是讲，伊安怎霸占哦？啊，即、這个违法扣押啦，违法扣押等于是霸占啦。因为你违法扣押去了后哦，啊，和即个李县长即个财产，到尾轮到去法拍嘛。啊，法拍去和伊款即个。啊，过来法拍迄报纸有刊啦。法拍的时阵哦，伊唔肯让别人去给伊去购得取得那个法拍的那个权利，啊，就因就叫黑社会底下固定的，啊，就伊指定的什么人才会当去法拍。所以讲，嘿，三千万来讲哦，伊唔免用300万，伊就买着啊。啊，即卖哦，即、這个即卖，咱即卖就是咧啊，即导播无滴也无多人去。无多，当去上传这个证据啦吼。即摆等伊来一下吼，咱即摆马上哦，过来呈上一张证据来证明讲哦，啊，这个检察官哦，改这个扣押者哦，啊，偷偷啊扣押啊，无要刑伊，扣押哦，就是非法扣押。啊，李县长的律师哦，一再要求讲你爱撤销扣押，爱涂销哦。即、这个禁止处分，但是即个检察官拢骂你多方啦。讲有啥物？来，啊，即、这个导播哦，即摆导播哦，即摆来拜托一下哦，来，即、这个第八啦，第八吼、哦，编号八吼、哦、啊。各位可能朋友哦，即、这个检察官啊，咱即摆倒转来，即摆恢复正常啊啦吼。即摆内底只操作拢正常，拄只电脑失火了故障，啊，即摆。
恢复正常。咱即摆甲各位报告，97年四月初八，拄则咱讲过，检察官利用即个查某哦，证言干净，甲李先生了后呢，那么检察官伫即个97年六月十七哦，我开始啊发函哦，各地政事务所。还有三重市啦、汤恩市啦，啊，还有苗栗啦、淡水啦、板桥，诶，这个地震事务所哦，发函予伊，讲李县长哦，伊所有啊，诶，十四笔的土地哦，十四笔的土地哦，拢是犯罪所得，啊，讲犯罪所生，迄个拜托导播，毋是即张，即个毋是即张，迄个第二张啦吼。第九号哦，检察官就认定讲这个编号九内底遐所写的哦，遐个地址、遐个土地、房地啊，拢是李先生所有无唔对，但是这些土地呢，拢是去甲银行诈贷，拢啊银行诈贷1亿3000万啊。加的这个炸弹，因为这是子虚乌有嘛，这种假的嘛，哦，无属实嘛，啊，无银行告李县长，银行嘛讲伊无甲炸弹啊，但是检察官讲是就是，嘿嘿，比皇帝较大，这黄德松哦比皇帝较大，啊，那么伊甲伊认定讲这是讲犯罪所生甲犯罪所得哦，所以啊，伊就甲扣下去，啊，那么扣下去了呢，律师要甲讨。伊唔明啊，97年6月17日开始甲扣，啊，一直到99年哦，已经送去二审啊。伫这个案件，这二审啊，送去啊，咧审理的时阵哦，迄个时阵，因为这个房地李县长的所有的这个房地哦，有向银行借钱嘛，哦，啊，因为借钱哦，你扣啊，这银行嘛有抵押钱啊，所以你检察官甲扣啊。顶户嘛是靠阿着银行啦，你靠阿李县长的财产，顶户嘛是靠阿银行的一部分的这财产，所以这个银行啊，伊伫99年4月7日伊不服，就写一张函哦，拜托导播哦，即摆倒转来编号八，哦，即摆这个有一间银行，几啊间啦，唔是干一间，啊，我即摆用一间做代表啦吼，这间叫做哦，这拢有因的印鉴，这拢正本。这间叫做新鸿哦，资产有限公司，这是渣打银行所属的这个资产公司就对了哦。因为即卖即资产哦，迄阵渣打银行的名义嘛，啊，即卖拢过来伫这个新鸿公司，啊，其实因拢同公司啦哦。伊这间新鸿资产有限公司哦，伊就发函，就是这张函，发函叫检察官哦，发函叫检察官安怎讲？伊就讲哦。你甲李先生靠啊，遐个即土地吼，伊你自你甲扣押的时阵到目前为止吼，你拢无做迄种保全证据等等的关于的手续吼，所以吼，你伊遮土地并毋是啊，足清楚并毋是即个犯罪所生，啊嘛毋是讲犯罪所用，所以吼，请你检察官吼，你爱甲即个发函过。地政事务所哦，撤销扣押啊，涂销哦，这个禁诉处分。那么，讲到这，我就要讲，检察官哦，伊认为李县长好欺负啦，但是这银行歹食哦，伊知影这内行鬼的哦，所以伊心虚，这个检察官呢，伊就来咨询伊的顶时高检署，讲啊，这要安怎啊，所以。高检署嘛，同意讲，啊，这该刑人就爱刑人，哦，所以这个高检署啊，同意了后，即卖这个检察官哦，伫1999年7月15日，伊就发函各地政事务所，哦，就是咱拄则讲遐，包括三重市、桃园、苗栗、淡水啊，迄个地政事务所，哦，啊，该发函该。各家地政事务所，主他阵啊，咱讲过遐扣押遐房地呢，拢甲撤销扣押。啊，撤销扣押，大家嘛知影，撤销扣押就是刑李县长嘛，就是
因为本地伊是伊个土地，就是李宪章所有的啊，你甲扣押而已嘛。啊，你扣押了后，甲解除扣押，就是行李宪章，这非常的明确嘛。啊，你行李宪章了后，那么这个高等法院呢，伊嘛无阁继续扣押这笔土地，伊嘛无阁继续用其他的这个名目来扣押这个土地，所以这个土地呢是清清白白。李宪章所有，这个会使讲非常的这个清楚啦，哦，这无啥物唔免得去辩解啦。那么伫这款情形之下呢，这个官二审嘛，1999年12月23日，他个判决的这个案件，伊判决安怎咧？唔知啊？这真正吼，这个丧心病狂的这个判决，伊安怎判决？判讲拄只遐个土地吼，是李宪章。去甲银行诈贷支付，所以啊，判李宪章哦诈欺罪，一罪一罚判18年。这狂妄之极呢，这个判决的法官叫做林海祥，伊就是判决啦，这个高瑶琪，这个陈水扁时代迄、那个交通部长迄个高瑶琪啊，就是这个林海祥判决的，同一个啦，同一个法官啦，对啦，啊，这真了受啦，因为。你这个明明都已经在1999年7月15日，检察官已经通令各地检、各地政事务所将这的这个撤销扣押，先给李宪章。啊，你林海祥法官，你哦，在1999年11月23日，你已经明知这土地拢行人啊嘛，行人嘛是你林海祥叫检察官行的呢，叫伊倒来行人呢。啊，行人伊一方面还佫判伊讲有罪18年。这款实在是苦无止境啦，这苦无止境。啊，所以咱讲这段咧，就是讲哦，不但这个检察官啊来勾结这个利诱这个查某来造孽干净，来假李宪章有罪，甚至这个法官嘛拢配合哦来办李宪章的这冤案，会使讲哦，这个抄家袂作实的迄个办案就对啦。将李宪章哦打落入狱，失去自由，到包括伊的这个财产，统统拢个充公，非常的可恶。这天理不容，这总之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啦。这天理不容嘛，这绝对天地哦，绝对会当会甲你的时阵哦，这个天打雷劈嘛，哦，所以无你若无自恁家的这个高官甲你天打雷劈哦，实在讲无天理啦。绝对无提议啦！啊，这个案件绝对不是煞，这个那高文贵咧讲的一句口头语，讲这刚刚开始啦，哦，刚刚开始啦，哦，啊，今仔日哦，咱就甲各位报告到这啦，哦，啊，咱希望讲咱两公哦，咱过来陆陆续续，咱过来啊，讲这个啊，将的李宪章的这个案件伊的迄个完整，就是讲哦，迄个锁链啦。啊，这个书法啦、欧刀的啦吼，甲这样的连接，硬要将阿江伊这个李宪章哦，伊这个一外万的这个财产哦，拆家落绑，已经拢互吞去啊！你人嘛甲阮放出来对无？伊毋是伊惊讲伊吞去啊！伊即嘛才吞无几年尔，啊！我正来甲你放出来，开玩笑，你搁甲恶出去，所以讲继续甲你判另外，搁安一条罪，我阿你判一下较久咧安尼。啊，所以吼，反正。啊，我甲各位报告一下，咱伫遮吼，就因为遮伊遮电台迄款迄个时间拢有些限量啦吼，所以无法度通畅所欲言啦吼。啊，那么各位可能朋友，你若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件冤案吼，较详细的话吼，啊，我的部落格吼，拜托你干那个伫网站你给写一个五字吼，就到我遐啦。你干那写一个李宪章冤案。李宪章，李哦，这木字李啦吼，啊宪哦，宪的宪法的宪啦，啊章哦，的王章啦，倒手平是王啊，正手平章。你刚才写三字李宪章冤案，冤案就对啦吼，刚才写这五字就好，就到我遐啦，哦，啊我遐内底哦，整个的案件哦，我拢描写个足清楚，哦，对这个法官啊办这个案件的当时哦，伊。财产变动偌济，即我拢去甲查甲一清二楚，即是贪污来的即案件嘛？即整个吼，即真可恶，就多利国泰哦。啊，即检察官佫有贪污，所以无法官佫有贪污啦。我无你也着袂使讲啦，你也着我甲讲，有检察官叫耿义顺的即法官哦，
或者林根栋啊，寿命法官啊，甲裴喜法官哦，李幼辉，拢办这个案件，李先生的案件时，甲国泰人寿哦，借1400万哦，这伫我的这个部落格内底哦，拢写到1200万哦，拢写到1200万啊。欢迎空人朋友你呐，有关心这个人权的。伊关心这司法人权的哦，啊，你了，或者是讲对咱本案这个案有兴趣的，想要了解讲，甲真正有影，这检察官这恶质，敢有真正哦，这有材料啊，这热心、细心的这法官，这个法官哦，拢摕到好处，你敢有影呢？你若有兴趣，只要你来我的部落格哦，绝对有当去看到我拄只所讲只每一个遐法官哦，拢有这个。财产哦，来路不明哦，办这个案件啊，办啊，搁讲一个较具体的，就是讲办这个案件哦，大家都会买厝，对，大家买厝拢奇怪，拢买国泰，啊，拢买国泰建设，哎，拢无啦，我也无逐间国泰建设嘛有个管理费啦，哦，即咱讲话讲的，两间，更一审哦，更一审的法官哦，你也看这，那不是讲哦贪污来哦，哎，那有也多。这个法官哦，寿命法官林根栋哦，伊嘛甲原理建设买呢。嗯。啊，伊甲买参啊，裴喜法官哦，嘛甲原理买，啊，拢同一个社区，伫迄款迄个中和中孝路两段遐个社区，伊一个买前栋，啊，一个买后栋，啊，两间买买的拢甲国泰借钱。这啊，伊遐位遐拄好个哦，啊，所以这我拢去啊过过啊啦，啊过过因都检察官袂甲伊起诉嘛吼、哦，这大家拢会知影啦。啊，都详细啊，拜托，若有兴趣的哦，你个来写李宪章冤案，李宪章冤案，啊，就教我呀，哦。好，感谢各位，多谢各位，感谢，哎，辛苦，哎。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才会当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能够救台湾。